我包了一个私人飞机，我们今天就来一个伪出国。你是把你被当作空的哦，伪出国。私人飞机直接来个团团团。哎呀，乡巴佬！哎，学弟 ，VIP VIP， 哎，看连航警都会自动退散。对呀、啊。来来来来来然后把飞机拖出来，然后清洗飞机。清洗飞机？对对对对。啊，你不是说伪出国？哎，有重量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这个真的是蛮重的。你拿练那个音调神功、哦，对不对？可以吧？神功九九九。千方百计要阻挠我搭私人飞机出去玩。现在飞机的拥有人就是我了。我现在要驾驶这台飞机出去玩啦 ！See you， 拜拜！早上六点集合，搭四个小时的自强号，哐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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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跑到这个什么台东机场干嘛？代班那么辛苦，我包了一个私人飞机，我为你精心打扮，我们今天就来一个伪出国。你是把你被当作空的哦，伪出国。你哪来的钱让我伪出国？我又存了一年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为了你哎。对我这么好，对啊，真的受宠若惊。哎、欸，这样好了，你对我这么好，那我也要礼尚往来。好啊。等一下哦，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你那个怎么那么轻？我特别留空，我就是呢要装满礼物送给你。真的假的？里面呢，你要什么包，尽管告诉我，把它装满装满。等一下，嗯，这是台东航空站。是啊，怎么了？它不是桃园机场、嗯，那里面有什么包可以买？多了嘞，面包、肉包、挂包。包你个头啦包！我帮你包了一个那个私人飞机、嗯嗯嗯。开玩笑啦，里面有什么我们就买什么啦。好，我们先去坐私人飞机好不好？对呀、啊，太开心了，就在里面。对，快快快，走走走走走，来，我帮你拿，我帮你拿，来来，私人飞机。哎、欸，罗娜，赶快 check in check out， 咱就再跳槽。干嘛啦？私人飞机总比海底通道安全。哎呀，乡巴佬，没坐过私人飞机，私人通道 VIP 通道，对对对。哎呀，我们这个贫穷限制我的想象。我都安排好了。私人飞机 VIP 通道，他也羡慕你，他羡慕你啊，有私人飞机可以搭。哎，学弟 ，VIP VIP， 哎。看连航警都会自动退散，对呀、啊，哎、欸、，VIP 就是 VIP， 连门都自动为我们开，没有飞机，罗拉，这次我不会再受骗了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让我进去，让我进去，放我回去，信哎、欸。白费力气啊，练门哦，只出不进、啊。赶紧听，赶快！你今麦已经算是出境，你若是要回去哦，你个无身份文件资料，你是无遁，无法都回去啊。啊，我的文件呢？你的文件、啊，我一定把你冲入个马桶俩。你讲国语好不好？你讲台语我听不惯去。嗨，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现在要干嘛？能不能告诉我？现在我是带你到我们的棚修护棚厂，飞机修护棚厂，然后把飞机拖出来，然后清洗飞机。清洗飞机？对对对对。啊，你不是说伪出国？哎、欸，你是安那假扮行为？跟跟钱钱的，我带你。啊，带很穿啊，安全安全重要。罗拉，我今后你清洗罗拉。所以我讲说，生鸡两个无，你放鸡屎一堆。等一下，你那么好骗哦。先把飞机来，我们现在来拖飞机，拖飞机，把飞机拖出去。来来，啊，你倒啥工具啊？无啦，再用拖车拖啦。你哪边那上个叮当？
你搁敢咧对我大声细声？啊，你敢来讲拖飞机？拖飞机是安尼拖咧？啊车咧？啊车底下，啊赛快啊！哦，赛快，赛快！他在趴车哦。拖车在那边。啊就是普通的那个拖车嘛。哎，对。啊，这个要特别去考吗？要考，要这个我们至少有这个考照的规定。哦，所以跟一般我们去驾训班那个不一样。你有外面的驾照不能开这个。哦，懂。啊，那上车嘛。好，上车。哇。哦，啊，这么雨电啊呢？啊！跟拖啊！你当宝贝啊！我叫阮细汉来看到啊！你叫恁细汉嘞？啊！你是安怎？你无驾照？我有驾照，但这刹车不用用刀嘛？你驾照是用鸡腿换的吧？我用纸用丝带条换，不是用鸡腿。你安尼？好啦，因为是长官啦，这叫细汉，啊细汉的就对。正常当然。细汉嘞，秀明嘛，对吧？对啊。我等一下把那个飞机哦拖到外面去。对，先给排除长官的威严，在我们面前那么装逼。哎，小妹团。你要拖钢管到那飞机顶管啊？哦，安尼哦，哎，干嘛要搭三杆？你动作啦！哎，小明，停！这种代志你爱做，委屈你啊！这种东西我还做，这叫拖杆。拖杆，这杆要修吗？修！哎，这个还蛮重的。那我帮忙。哎，帮忙。嗯，来。我你干什么啦？越帮越忙。竹竿舞，因为这个很专业的，都不要给他开玩笑。哦，看他上手。细节，这个一定要学会。卡在哪里？动那个。哦。那是卡住。没卡好，会脱钩。对，拖杆挂好，对不对？挂的。轮挡要挡到那边嘛，要把它拿开嘛，要不然飞机怎么拖 ？OK。就把这个轮挡拿开，哎，然后拿去旁边放好，拿去丢掉。来，哎，看他不注意什么，赶快拿。哎呦，重量哎！这个真的是蛮重的。你拿着。对呀。哎，大哥，这个可以练那个音调神功，对不对？可以吧？神功999。一个不够要拿两个啊！太重了。好，放好，放旁边放好。来。好，来，都拿完对不对？嗯，来检查看有没有刹车有没有放掉。哦，好，因为你如果刹车的话，飞机怎么拖？啊，对呀，啊，你光放手刹车，哎，在我来了，好，拜托，在我来。手刹车我最在行，下面车我拢赛过，所有的机械哦，原理拢赶快。反正手刹车一定拢八九不离十啊，弄给一个所在啦。嘿嘿嘿，哎 ，open 了，就这边给你，还要踩这边，然后左手抓那个人。左手先对撞，嘿，上去倒上去嘞，手刹车，哎，阿爹那康康，啊手刹车几对？手刹车底下加，啊用一加踩下去，它就松掉了，啊就是个大腿的二郎，这手刹车就是脚踩在最上端，对，最上面，对，跟我们一般的车子一样，哦，我知道的，踩下去它就松开了嘛，啊怎么踩不下去？两只脚踩最上面，哎，好，脚尖，哎你看。简单下的哇！掉，哈！你两个空的，今麦脚刹车被我放开了哦！千方百计要阻挠我搭私人飞机出去玩，哈！跟你们讲，现在飞机的拥有人就是我啦！我现在要驾驶这台飞机出去玩啦！See you， 拜拜！哎，哪里发动啊？拍摄哈，哎，这门来干么休息？休息，哎，好休息。哎呀，啊，哎，要发动啊，咱发动是怕自己扛。这个不是开飞机的休息，关刀的休息啊。你讲要休息，我就休息在屋里啊。我要爱飞机的休息啦，我要发动啊。飞机发动要插那个要有外电源来。不是休息啦，这当是盖的那边安尼。我那边讲原点就盖了。嗯，啊，你是倒来这种气候啦。我今天起来我倒衰，下来了，什么事情都被你们当设计海花，被你们老实还人呐！我打被电了，反面的要反面。哎，谢礼呢？好棒皮呀，补！哦，大粒干，细粒干，好，拖出来，把飞机清洁起来。嗯，那拖，原来拖。